Hello, dear family, all over. 亲爱的家人，全球的家人，你们好。我们真的很兴奋。在接下来这个全球的聚集的预备，我们真的很兴奋。我们会分成四个的环节来聚集。在这个初国的节期里面，我们会这样聚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季节的里面，是神的同在想更深的去彰显，是从来都没试过这样。主从来都没离开过这个地球，他的同在一直都在这里，而他想加增这种同在，因为这个地球是他的产业，他想拿回来，好想他的子民是一同这样呼求他再回来。我们想想一个家的家主，他从来都没离开他的家，就算是被毁坏，不论是大雨任何的灾害，他都会让所有东西变成可能，让他的产业是被赎回。我们去想想耶稣是怎样在这个政治的压力的张力的里面是异常，他是在这些东西的异常，甚至是在他的门徒 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当中是这个国度的大道，是成为光成为盐，可以延伸我们的爱。所以来我们来到去加入我们，是一个预备的季节，让我们可以去迎接我们的王。